固肝哦，最重要是餐桌上。哦那一般家人团聚在一起都是在餐桌，在餐桌上不要数落妻子，不要数落这个小孩子，因为肝气跟胃气它是相连的。哦，你要你该骂该念，哦，也捂捂的时候，他这一口怨气跟胃气一直往下吞的时候，女孩子会影响哪里？乳房，子宫、卵巢，很容易长东西。吃饭的时候不要气氛不好，对，不要骂啊，小孩子会产生厌食症，影响到发育。是是是是。然后三餐最重要一个最基本的用，一定要绿色蔬菜，含籽油、芽菜、菜哦、龟苓啊菜、绿色菜花一定要吃的，然后要多吃一些酸性的酸梅汤、酸辣汤都可以，柑橘类这个都要多吃，然后多吃的时候，有时候太酸会妨碍到这个脾胃，那我们要吃什么？吃一点辣的，一点胡椒粉，一点辣椒，一点青椒，哦，然后一点这个菇仔，哦，这个才会中和，然后这个让肝不要郁，胸肝稳的，因为肝哦，它跟树木一样，它是要舒畅的，它要舒展的，袂使一点嘛稳，而且呀，大部分人你若定啊，早人定个念吼，它产生郁的时候，它会影响到性功能。哦，哇！这一集要重播这一段。是啊，我一个朋友哦，因带来吃好该念，啊，伊逐工做事转来哦，忝到咁样子，倒一面床，啊，因某哦，就该脚就该踢一踢一踢，吼，啊实在是真忝，无法度，无啊，就是想要困较贵啦，受伤，想要差点，就有这通关密语，哦哦哦，啊你踢，以前踢一个拢随便过来，啊随便。啊，正常你赚两三个哦，拢无叮当，太累了。哈，啊想啊，这个洗澡搞一定外口洗澡，吼，都一直专往这方面在钻研，一直在该谈。钻牛角尖。对，一直在切，无甲一年红了四个。肝癌。因为太疲倦了，哦，啊就刚刚买两个稳，哦，啊影响到性功能，我都走。对。啊，结果哎，整个人就肝癌。一切来自唠叨。对，所以说这个压力哦，不要造成哦，啊，尤其春天养肝的时候，不会啦，我两个拢不爱讲话，所以安尼讲的，你拢用塔的，真安尼讲话，我塔来塔去无，无啊，就遐远塔袂着。啊，春天的时候养肝哦，最重要就是，哎，冬天我们要晚一点起，春天要早一点起，而且穿着宽松的衣服，对人对事都要宽松，而且要有一点包容，多鼓励，少生气。啊哦，就很拼一点话紧，这个都是对肝最好，因为怒伤肝，怒伤肝，怒伤肝。做够生气的人对肝就唔好。对，啊，喜伤心哦，哦，一个晚上哦，哎，这边早顿早餐店看到奥巴马总统，欢喜个呢，我一世人就想要看到奥巴马总统，迄天下晡就死翘翘，啊，喜伤心，所以嘛，未使想欢喜，未使，喜伤心都是物极必反呐，哦，啊，忧伤肺，哦，你一直忧愁，拢会伤细胞啊。思一点一点的胡思乱想，伤脾脏啊！恐伤肾啊！每天啊，恐惧、恐慌，伤肾啊！啊，所以说怒伤肝，大家一定要收敛。我们什么代志都随便要化解，退一步转念。那又不能太，不能高兴，也不能伤心，也不能恐惧，也不能生气。那平常心，哦，无常事就要平常心。